扑起来了。范子铭的长两分，好球！哎，可以反掉，有空间可以扣了，漂亮！上球上的很快。再给，这要打了，好球！黄启王少杰，周琦打完，范子铭打，对。哇，心机独立，走了个人盯人，发出来，郑立旭，范子铭来挡，给范子铭，范子铭拦死，无球防守贴得非常死，郑立旭，好球！哎呦，范子铭，从十秒才能开展，传出来，可兰的三分，好球，给刘立鹏压力啊，这是对的啊，哦，好球啊！二三联盟，哎，好球，又是上来一些，还有四分钟呢。好球，那个时间计时器，周琦扣了。哎，劳森缠的真紧啊，劳森这个防守，其实就是好球，好在还是球落在卢一文手里。哎呦，这球好，右脚，这边新疆教练也在提醒，有底线，这球啊，转给石头转。十一拉开，哎呦，转目标的，而且他们具备这样的实力。有，哦，漂亮，这个空间好球！起来干两个的时候，新疆缺少这样的球员。谢瑞坚，好球，好球啊！面对福格，范子铭摘篮板，好，反击球，谢瑞坚后面跟进再补了，古加尼。周琦，好球，分得不错，传得漂亮。对，早期就是这些大学生都是等于没有选秀直接来，是，好球。哎，对，不有机会不能投，打到内线去。范子铭上反，徐热虚晃一下，没有投进。哎呦，这个球够硬，好，传得好，好球，漂亮，不打了，就是压根没想到徐热会回来。范子铭在场上啊。西哥呢是一个投篮型的后卫，然后这个刘立鹏，哦，曾立旭的上贺天举是示意周琦有切到，传得好，漂亮，周琦的出，哇，哦，这个是身体了，好吗？没打，漂亮的脚步，好，看一下可兰这个三分球。篮板被范子铭拿到，转身再起，漂亮！最白热化的阶段，所以肢体的碰撞会非常多。好球，完了！好球，再给